严屹格呢晚喺红馆参加文艺晚会，格格都好耐冇翻嚟香港表演啦，几时又再推出广东歌呢？超耐超耐，我上一次喺香港唱歌是在一月颁奖典礼的时候，再上一次开自己的 show 是上年12月，所以很快就一年了，就其实都很挂住，但因为妈咪爹哋都在香港，就很希望今年可以有新的广东歌啦，还有也都很希望今年可以再在香港开 show。另外讲到有子组合 SHE 解散，隶属同公司的格格就说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他们，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日啊。我自己都是在新闻里面看到的，那就其实完全没有预这件事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公司经常都就是玩得很癫，而且是一个很 peaceful 的感觉来的，那我相信他们都是会有自己 的原因的，那都祝福他们。